想要往生净土，首先必须要具备坚定的信心。华严经中云，信为道源，功德母，能长一切诸善根。这两句话不但是学佛人在这一生中能否有成就的关键，在世间法里，无论任何行业成功的人也不离此原则，那就是坚定的信心。就像有些法师啊，他念佛念到阿弥陀佛现前啊，阿弥陀佛跟他说话，你还有10年的寿命啊，等10年之后我再来接你。他说不要了，娑婆世界太苦了，而且我也没有定力，你还是来阿弥陀佛，请你先来接我好了，赶快来接我好了。他说10年寿命不要，他到极乐世界去。我们一般说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其实都模模糊糊的啦，迷迷糊糊的啦。你说极乐世界有多好，你很想去的时候，你说比如想说肯定很好玩的话，你真正想要去的时候，告诉你现在你马上车子开了你就去了啦，是不是？极乐世界比肯定好多了，比美国好多好多了，比各个地方都好多了，为什么大概要等以后再去呢？不会想说，我赶快认真用功，然后就可以马上去了。往生西方净土要具备心愿行3个条件，84000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想要成就，都要具备这3个条件：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本来就是佛，相信自己有佛性，也相信自己这一生可以做佛，才能够成得了佛。十方新闻归文许建议，屏东采访报道。